蔡少芬与老公张晋育有爱女楚儿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两人更经常在微博上晒出爱女嫩照，对于女儿的疼爱溢于言表。如今曾经经历流产之痛的蔡少芬成功再怀孕，近日蔡少芬和老公张晋一起带着女儿现身上海机场，当天怀孕数月的蔡少芬推着女儿在一边玩耍，老公张晋则在处理登机手续。由于托运行李用时较长，蔡少芬只能推着女儿来回转圈逗女儿开心，心情不错的蔡少芬不时地亲吻女儿面颊，甚至亲密地与女儿对嘴亲亲，女儿也是十分配合，逗趣的模样可爱到爆。Falls when broken trees are trailing up the sky.